今天我们来做长寿沙拉这本书当中的一款洋葱泥沙拉汁。长寿沙拉的作者是日本医学博士、分子遗传学专家，他主张在日常饮食中加入一道长寿沙拉，可以提升免疫力、击退活性氧、预防生活方式病、抗炎、延缓衰老，反正就是好。书中设计了76道长寿沙拉，精选了上百种有益身体和大脑的食材，也非常适合控糖瘦身人群。书的开始部分介绍了几种非常简单的沙拉汁，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之后搅拌均匀即可。此处要注意的是，特级初榨橄榄油被料理棒打过之后会有一点发苦，如果吃不了苦，可以先把其他的食材用料理棒打碎，再手动拌入橄榄油。今天这款洋葱泥沙拉汁含有大量能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成分，只要在普普通通的蔬菜上浇上两大勺，大概30克，就可以变成美味的沙拉。如果你也想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加入一道长寿沙拉，可以参考下这本书。关注好好吃瘦，吃得开心又健康。